现在到了荔波站，今天要从荔波坐车去贵阳，回家的火车只有贵阳站才有啊。荔波站是成都局下辖的三等站，候车大厅在二楼，有没有上朝的感觉？咱们先到车站里面参观一下。车站就不大，常规的大小，但是人特别多。哇，那么多人，车子还是挺多的，差不多一个小时两班的样子。看这个车站的两侧都是七孔古桥的设计，这么多张票到家需要39个小时，优惠票还98。哎，太贵了，8526，检票了。咱们坐的是高8526，成都局运营，起点是荔波，终点是成都东站。从荔波坐到贵阳站，二等座98块，需要1个小时19分钟。专业配眼镜，选红城眼镜。我们是11车厢吧。中途会经过3个站：独山东、都云东、龙里北。高铁上有插座，咱们把电给充上。现在是17:57，咱们离开美丽的荔波了。看到高楼了，到独山了。18:17，我们到达了独山东站。在独山东站停了2分钟，然后我们继续出发。Dear passengers, the train will arrive.
现在18:31，我们到达了都匀东站，也是停车2分钟，我们继续出发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乘坐高铁东站火车。现在到了龙里线，这里两条高铁线路平行，咱们在贵广铁路之上，对面这个是贵南铁路，一条去广州，一条去南宁。18:56，咱们到达了龙里北站，下一站就是贵阳了。在往四子街这边。没呀。龙里北站停车2分钟，又出发了。现在到了贵阳了，还有10分钟就到贵阳站了，天快黑了，这会儿的夕阳特别漂亮。19:16，咱们到达贵阳站了，坐高铁太舒服了，该下车了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列车已经到达贵阳站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列车已经到达贵阳站。现在是19:20，凌晨3点钟的车，要在贵阳站等8个小时才能等到我的下一趟车，这么长时间我该怎么过呀？